追求你的爱情，追求成这样，你再大的冒险你都敢？你把这个对的对的规定在哪里？你也没有成功，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妈？你这是比叔你妈妈带着落寞的那个神情从后门那里走出去，我看你妈妈的背影我都想哭啊。这个都是那个家里啊，都没有了。你家重建了，不但要重建自己的心理、自己的家园、自己的园地，你看，我们保留地都可爱。我要国家给我一个美丽的村庄，我不要国家给我一个永久无告。你房子找到了没有？嗯，那怎么办？等下还会来再做决定。咱大家都注意，过了了，咱过来。没有名字，阿伯跟我同意。哎，这边是。